大致上来讲几个很重要的一些特点，比如说像天然的这个手感的这种皮性，包括两种不同擦色的感觉，然后一些鲜艳可是它有一点点凸痛效果那种两种色调的味道的鞋子，然后在跟高我们有不同，从低跟到高跟也有不同的这个系列，那希望呢能给消费者带来一个耳目一新的感觉。